请大家要注意一下，听我们这边，因为接下来我们会把今天的活动做一些路线报告哦，还有就是会介绍工作团队以及有安全注意事项。我们今天的活动的里程数哦是30公里，虽然是30公里，但是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爬坡。然后我们期待玩一下活动，今年是第四年举办，我们已经看到有些老面孔哦参加了4年，所以等一下大家在骑乘的时候呢，请务必哦，就是遵从我们所有工作人员哦的指示哦，这样子会确保大家安全完成。右转，左转。待转，这是待转。哦啊，千万记住哈、哦，不要自行开疆辟土。哦，这个真的要记住哦。起来玩一下，没事。出发吗？到了啦，有车啊、哦，往内靠，不要骑出去，往内靠。二号车我们就先往馆内参观。好，来，一号都到了吗？
了吗？跟我讲一下哦。这里是我们的博物馆的大厅。来，对啊，你是这边要去的吗？其实我这边绿色、蓝色哈，那边有放火箭哦，并且还是厕所哈。好，我是。暴龙啊，这些肉食性恐龙的侵略，它又越长得就是有一些，这些哈、它背后有骨板，后面有尖刺，为了要保护自己，对，它觉得有骨板，但是它有二十七脚，它稍微有点都很健康的，都可以进去哈、好，那等下帽子眼镜先拿下来，把手持的东西可以放的话，这里有二十八块钱哈，也是机会可以放啊，那我们一起进去哈，那那个每一格可以容纳两到三个人。谢，这样来回大家好。Thank you.
三条细的线肉，我的尾鱼也看到，然后看起来哦，这样也很劲爆。他穿一条。我们呢是透过网络上，然后制造期待玩一下的活动。然后觉得今天从早上骑到现在，我觉得整个活动流程安排得很好，然后工作人员也很辛苦，然后在各个补给站，然后就是在为我们加油打气，还准备好吃的伴手礼给我们吃，真的好好吃哦。大家那个明年要来参加那个，对，一起来参加。我们非常的好玩。对，然后我们是休闲组的，就明年也一定会再来报名。挑战六五了，三六六五太难了，我们要回去练一下。好，练一下腿，谢谢。起来玩一下，赞。向内没关系，车子一样排好哦，跟早上一样，车子排好。